哦，东东，东东，你好厉害哟！你在踩高跷吗？你站这么高做什么？嗯，等等呀。那你下得来吗？可以耶，好厉害哟！东东好厉害哟！爸爸小时候也有玩过这种诶，用奶粉罐踩高跷。不过是已经长很大的时候了，小学生的时候了。你还是小宝宝，就这么厉害哟、哦！小宝宝居然可以，我帮你把这两个靠近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子比较稳，好不好？一只脚一个。小时候爸爸就是这样子啊，会在奶粉罐上面用钉子穿洞，然后绑绳子，一只脚踩一个，就还可以走路，对不对？等你长大一点再玩这种的。爸爸觉得你很厉害耶，你很厉害耶，你还这么小，你就这样子站在这上面，哦，你自己有觉得很厉害很高吗？很厉害耶，嗯，那你小心你扶着哦，如果下不来要叫爸爸吧，要叫着爸爸抱抱哦，哦。哎、欸，东东，不要这样子敲了，不要这样子敲，我怕把玻璃敲裂了。你要下来了吗？你要下来了吗？你在看哥哥种的那个含羞草吗？在那里，对不对？那里是哥哥种的含羞草。哥哥养了一个小盆栽。嗯。你要下来了吗？好，爸爸扶你下来好不好？爸爸扶你下来好不好？爸爸扶，好，下来了，好了。对，马上要上去，你不是要下来哦？自己还会调整，很厉害耶。很厉害耶。嗯，东东啊，看起来好像很危险，不过好像也还好哦。这奶粉罐也没有很高，就算真的从上面摔下来，好像也还好。嗯，而且你自己会下来，对不对？不，其实不用爸爸救哦。哦，还单脚站呢，好厉害哦！自己下来了，哇！哦，单脚站，单脚站。好厉害哟、哦！平安的下来了，哈哈。看好，又上来。嗯，你要不要玩玩具？要不要玩玩具？你下来，我跟你玩玩具，好不好？
你要看高一点的地方吗？你想看看天空吗？想吗？那放你看。喂，笑。看有没有更好看，看得更清楚，对不对？你想出去玩是不是？哎呀，这样子。这样有没有更高，看得更清楚，有没有？你看看外面好不好？你想看外面对不对？想看看外面的天空对不对？爸爸，你看，没有没有，我们要准备接哥哥了，等一下直接背你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好好好，你站着，给你自己站着，你站着。我帮你，没事没事，好了。